是不会回来的。小师妹，你身上肯定有故事，要不然你给我讲讲听听。跟你聊天真是太累了。我暗恋了你，干嘛呢？不玩工作，在这开小差。喜欢了我，他就像一束光一样，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。然后呢？然后因为一些事情放弃了，所以才来到这里。貌似游戏的元旦嘛，凤姐。他有事吗？对不起。捅了这么大的娄，不如把他接到市场部，让我来监管。游戏提交时间到明天早上8点截止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谢谢。你一定会挺过去的，我相信。一分钟。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忙，我请大家吃饭吧。算为这事儿，我们大家都担心你招不出人，尤其是我，这不管吗？你喜欢我干嘛不早说呀？早告诉你，你就会早点跟我在一起了吗？傻瓜。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是你追的他，还是他追的你啊？这个保密工作可以的呀。夕颜，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。我喜欢你。我从大学开始就偷偷的喜欢他。你神经病啊！我赌了这一次，但我赌输了。怎么真正喜欢的人回来了，所以我选择退出。我已经订了后天的机票。原来不是不会喜欢的，只是不会喜欢。爱情有的时候不是山重水复，是柳暗花明。不过你这杯鸡汤我真的干了。这个世道还能暗恋一个人5年？